我们的目标是为中正拿下第一座 ATCC 全国冠军。每次上来台北，就是都花我们蛮多的精力跟金钱，对，所以我们就要准备充裕的上来，然后收获满满的回家义。这次我们也是真的做了很多努力，像我们交企划书那天是完全没有睡觉的，所以我们是真的付出了很多的努力。简报出来，我们大家都是还蛮开心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简报内容都有抓住到业主想要听到，然后想要解决的问题，整体来说算是表现不错。我们最主要的优势应该是我们的可行度很高，活动的内容也算是很创新，而且又是接地气，就是台哥大要的。其实从初赛到现在，每一个的企划内容其实一直在精进，然后也一直有往我们的目标前进，然后甚至是在表现的方式进步的非常多。那我觉得这也是参加这个比赛最重要的。我告高，你们其实从千人 camp 就让我们所有的评审非常的惊艳，我们一起携手向全国决赛迈进，我相信你们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成绩的，加油 ！ATCC 全国冠军，我告高了。